那智捷与鸿海合作纯电车型 Luxton N7 登场，9月1日展开 N7 接单活动，定金仅1000元，5分钟破千张订单，单日万人下订。预购专案提前到9月2日下午5点结束。 Luxton 并未公布 N7 规格配备售价，仅强调百万内唯一新世代纯电休旅，是否维持 Model C 概念车预告百万内售价，还有400匹马力与700公里续航里程。 Luxton N7 估计将有3级距以上，百万内入门版估续航里程450公里，110万上下中阶车型预估电池容量在60度电上下，长城续航电池版本预估80到90度电，达到续航里程700公里，性能版本估计0至100公里加速3.8秒，百万内400马力700公里续航，非单一车型实现。那智捷与鸿海合作纯电车型 Luxton N7 登场，9月1日展开 N7 接单活动，定金仅1000元，5分钟破千张订单，单日万人下订。预购专案提前到9月2日下午5点结束。 Luxton 并未公布 N7 规格配备售价，仅强调百万内唯一新世代纯电休旅，是否维持 Model C 概念车预告百万内售价，还有400匹马力与700公里续航里程。 Luxton N7 估计将有3级距以上，百万内入门版估续航里程450公里，110万上下中阶车型预估电池容量在60度电上下，长城续航电池版本预估80到90度电，达到续航里程700公里，性能版本估计0至100公里加速3.8秒，百万内400马力700公里续航，非单一车型实现。那智捷与鸿海合作纯电车型 Luxton N7 登场，9月1日展开 N7 接单活动，定金仅1000元，5分钟破千张订单，单日万人下订。预购专案提前到9月2日下午5点结束。 Luxton 并未公布 N7 规格配备售价，仅强调百万内唯一新世代纯电休旅。每周一周五晚间9点，别忘了 YT 搜索中天车厂家，每周三套灯到站里站，猪猪哥聊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，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点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能够及时补充抗菌液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，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，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，比酒精啦，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。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，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康。